不知道要这么多干嘛，只要是有平台的地方就会有舆论嘛，只要。不知道要这么多干嘛？只要是有平台的地方就会有舆论嘛。只要能够被讨论，或者是被大家注意到这个作品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。我看到有人在问说是不是没有挑剧本，然后我其实当下就只是想要跟他说有啊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后续会有这么多的那个讨论出来，或者大家会说霸气回应，还我没有霸气，我就只是。想要说有，我有看剧本，我有挑剧本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演技这件事情，如果没有演技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挑他们了。我觉得会比较不能够理解啦，因为就我所知，其实我跟大家拍的片的数量是差不多的。我从来就没有设限过自己要接的角色会是什么样子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有趣的剧情，然后好玩的故事，都会想要尝试。